江河，天空，山峦，都曾有属于自己的灿烂风景。工业发展快速迭代，能源危机引发的环境问题如伤疤刻印在壮美山河之间。提高能源功效，改进能源利用技术，让环境保护与社会进步共存，成为了当前时代的全新挑战。重庆康明斯始终致力于探索发动机新技术，开启清洁能源利用新发展。2020年 QSK19N 燃气发动机横空出世，想成为多元化能源动力解决方案领导品牌，迈出第一步。 QSK19N 燃气发动机持续功率可达343千瓦，内部燃气控制系统、低温中冷系统、进气系统等部分构成，依托重庆康明斯大马力技术研发中心先进的研发测试能力，通过发动机自动调节，确保对燃料变化的适应能力，可广泛应用于管道天然气、油田伴生气、沼气、垃圾填埋气等市场。近年来，通过与重庆康明斯的合作，推出多款燃气发电机组，广泛用于中石油、中石化等天然气项目及养殖、餐厨垃圾等沼气项目，其优异的性能和可靠的质量得到了用户的充分认可。产品实现了精准控制燃烧效率，依托高效冷却降低高温影响，提高了瞬态响应性和速度稳定性，在极端高温环境下也可稳定输出动力，不增加燃气消耗，不降低输出功率。此外，通过强化安全设计和严格的安全验证，QSK19N 燃气发动机最大限度保障了用户生命财产安全，高度通用的标准化零件，以支持长效维护保养，可大大降低使用维护成本。同时，在宽范围的燃气浓度范围内，产品提供稳定的启动性能，减少人工干预，顺利启动，并具有多档排放值选择。氮氧化物排放可低至150 ppm，有效实现节能减排。康明斯的燃气发动机非常不错，在我们这里已经运行了3000多个小时，也非常稳定可靠，已经取代了我们以前的发动机，给我们采气作业提供了方便便捷。我们这里地处比较偏远，用电非常不方便，现在有了这个康明斯的燃气发电机，我们就可以就近取用这个天然气来进行发电，用电呢非常安全可靠，给我们的这个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。重庆康明斯不断完善专业服务体系，提供全球24小时快速服务支持和资深专业的培训团队，通过远程网络教学，实现实操培训和物联网、大数据支撑。重庆康明斯建立了一站式服务策略，确保设备稳定、高效运行，为用户带来可观效益。重庆康明斯不断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理念，打造产品多元化矩阵，加快产品转型升级，推动传统能源与清洁能源的紧密衔接，为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贡献力量。创新不竭，成就客户，重庆康明斯竭尽全力为创造一个更清洁、更健康、更安全的环境持续努力。